另外2010年的央视挂历在最近也出炉了，33位入联的主持人是由白岩松、李瑞英来领头一月的版面。那么这次入选的主持人最明显的就是当过了2007-2008年的双十佳的这个主持人，但是坊间也传说说这挂历人选就像是名嘴诠释榜一样，或者呢是说是收入的排行榜。那么央视虽然表现说这个挂历的安排不具是人事风向的指标，但的确是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呢排除绯闻官司缠身的主持人。